来高老板，我是嘉，来拍近一点看一下。今天到货的玉龙记，哦，顾名思义，这一把是鲫鱼竿。其实呢，在日本的这个鲫鱼的钓法，它有很多种，不管它的钓法还是它的功法，不管诸如此类。这一支的长度的部分呢是13尺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是双尾搭载，双尾搭载不外乎就是龙凤尾跟石心尾，哦。然后呢，这个介绍会比较推荐说，这个最近亲子钓游的人比较多，然后可以买一支给小孩子玩。哦，我们先来看它一下，它龙凤尾的调性。哦，先不用抓竿子没关系。因为鲫鱼竿它讲究的是这个 Q 软，然后它所谓的技法钓法，哦，不外乎就是软竿细线搏小鱼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非常的漂亮，哦，而且它的手把这边也做得非常的漂亮。OK， 我们来倒一下竿子，哦，哦吼，这种感觉来拍近一点，从这边拍过去，这种感觉就是人家钓鲫鱼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啊，这一只花你多少钱？我跟你说。偷偷跟你说，只要800块，而且货到付款，免运费。所以呢，有需要赶快找到我们，数量不多。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呢，买一只给他钓钓鱼也好，带他出门钓鱼也好，为自己找借口也好。哦，反正呢，就是呢，亲子钓游一定要推广。阿里嘎多。